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来到石棒赛道，石棒的 F1 国际赛道了。今天是有那个 MSF Racing 的 event 啊。MSF stand for Malaysia Speed Festival。因为马来西亚的其实那个赛事啦比较少了。对，比较少了，今年也没有几个了。啊，不长了，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了。这个 MSF Racing event 它足一整天呢，午晚一点过后呢，它就是正式跑比赛。但是上半天它又没有东西做，所以它就出租那个 track 给那些外面的人啦，租给你们了，一辆车大概几百块，让你们进来体验一下了。对，赛车手那种感觉。体验一下赛道，石棒是什么东西？大家都知道石棒啊，这个是国际认证的这个场地啦，不要开玩笑 ，F1 场啦。虽然今年最后一年了，但是它还是一个 F1 场来的。不如我们直接走了。我们直接走去那边哦。看到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就是石棒了。这个是小 pit 哦，还有一个是大 pit， 那个是因为他们下午要跑那个真正的赛事嘛，但是所以早上就在小 pit 啦，这些车可以进来啊。看到我们这些小车。其实呢，他们现在已经上场了。我们是不是跑比赛了？我们是来体验一下赛道了。来石棒这里跑呢，我觉得 OK 了。没有，如果你的车你觉得不错啊，你可以来这里做时间。还有你觉得你自己很好的技术了，其实可以进来这里又安全，对，又不会给人家骂，不用去云顶大街飞上飞下会给人家骂。对，不是给人家骂，闹出人命是事情对，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石棒赛道啊。如果呢，你想看一下。其实，在赛道里面是什么感觉呢？你就看等一下这个 video， 来三、二、一。这一次是几百块都没有，大概300多块，三百多啊，三百多，三百多块for多久？2个小时。这样我要讲报名，讲报名你留意那个 MSF Racing Facebook 应该就找得到了每次得空才会弹出来了。对，记得去看他的 Facebook， 然后现在我们等一下就要去看那个赛事，真正的赛车，房车比赛，正所谓枪枪与金枪，现在在战斗场了等一下就拍给你们看。OK， 好。The FIA, so it's the clerk of the course responsibility, of course. So he's just gone out. There's another course car going out as well. 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什么东西来？赛道，真正的赛道里面了。赛道里面，等一下，现在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走了，等下会经过这里。现在是趁酒，我们两个呢，制作单位呢，给你们最近距离的接触，够近了了，这个没有得再近了，电视机都没有这样近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等那个车来。来，看啊，给他们看呢。最后一场了，掰了。对，就是跑完这场呢就 end 了啦，分胜负啦，分一二三名啦，全部已经准备好，让你们看到多热闹啊！你看了对，你看那种车跟人啊。我们是一路很支持马来西亚的汽车比赛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一下，看一下马来西亚的汽车运动其实是很蓬勃的。对，拍照给我们看了。马来西亚的赛事呢，其实，所以呢，刚才那种你们看到的那种赛车，全部是
马来西亚本土我们自己做的啦，做的赛车，真的是自己做。其实我每次啊看到这种厂车呢，我真的很渴望去加的啊。真的，下场比赛，但是不要想太多了，因为我不要想太多了，怎么什么？因为太烧钱了。对，真的很烧钱了，烧钱了。汽车赛事是本来就很烧钱的。我觉得做到的话都不够去玩这个赛车了。对啊，真的，对啊，你做久了不够了。如果是你想 feel 一下，进来是棒踩一下，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track day， 早上的。对，现在是傍晚了嘛，但是早上会有一个 track day， 就是拿你们普通的车来在车棒里面试一下看，但是油死车不可以啊，还来不可以。啊，对对。对，很像直线车子罢了。对，只是电油啦，电油车啦。OK， 其实呢，我们两个啦，都很爱啊，赛车哇，真的够力啊，赛车啊，如果赛车啊，赛车啊。如果有人赞助的话多好啊！啊，对，如果赞助的话可以了。我们联络的 email 在下面，你自己看下面有没有弹出来有的。OK， 我们那两个啦，虽然真的没有技术了，我们每次一定是跑最后名，但是你的公司一定会红的。对，我们有做比就做搞给你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不要 sponsor 我们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一定要来啊，share啊。comment 啦，然后记得要每天看，对了啦，记得 like 我们两个人的 page， 他的 page 叫 Kevin Kong 啦，我的 page 叫 Willen Choi Official 啦，今天的video也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 ending， 那怎么样来？3、2、1，